大家好，我是 Kenny 二三。那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The Surge Two。那我刚刚有在这边试一下那个，它不能砍，它不能砍。我们用 PS4 的那个去看，就是说 R1、R2。那 R2 通常都是重砍，只是它的 R2 是上下的。它在一代我以为是重跟轻，哨兵级、操作员级，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在你的身上覆盖性比较少的那一种，对吧？它从我现在等级。多少30了，但是他还是一样重新分配500块，那还蛮便宜的。我那时候剪片，我发现呢、啊，我那时候觉得钱被干，就是因为你按这个，你按这个，你一飞到原本的地方，对，你的那个所有的科技碎片就没了。你扣房是扣250，哦，那很高哎、欸。你现在这个装上去，等于我是没房的，是不是？对啊，先把它拔掉。核心12，这也装不上去，再拔一个。啊，这不行，这是加我的能量消耗的那个。先把这拔，哎，这不用耗，这个耗5点。哇，49哎，真的要这样子玩吗？我怎么觉得出去我等下就死了？能量增加35%，现在就尴尬就在这边，现在就只能能量就只能补血而已，要那么多能量到底要干什么？我现在加入了这个地下组织，但是，我们现在加入这个 DJ 组织好了。那问题是？那时候我们出去警察局外面，那个人也叫我去加入那个组织，什么圣光啊什么的，那个在那个巨大章鱼下面啊。那我想说，那如果我下一次进去，是不是开战了？我也不太清楚。好，先这样了 ，Let's go。啊，叫我干嘛？我也忘记了。还是我们先新目的地好了，对啊。我是不晓得这个符号是什么，这叫 BOSS 战是不是？因为一堆 good， 对啊，先走这里好。那个市区中心太大片了，其实这样逛一逛也差不多。哦，这就是那个预告的时候那个绿绿的那个场景，好，了解，来了。云端九号入口，有怪人。Down here. I repeat, we need help. OK. 啊，等一下哦。哎呦，它是可以锁定的。哇、哦、，shit， 它打过来了，靠，我怎么？哎呦，我没有装那个、哦。你会想说为什么我一直按到这画面？因为它。主选单都是那个按键嘛，但是这个游戏是放在左边。我原来我没有装到技能哦，格挡方向哦。那个紫色就是，如果他快没有体力的话，对，他就会最后一下他就硬直，所以你可以先射到这样，再打他，他就整个趴掉了。Hello, can you hear m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But I think we can help each other. Meet us in the camp at the cliff. We're not with the other hunters. 欸，我刚刚有讲错吗？好像有。这把刀怎么在这个手臂看起来这么短？欸，等一下，这就是他那个刀啊，对啊。我以为是我的刀咧，不是，是。我靠。来到这边突然觉得有点暗了。啊，对，我有手电筒，我都忘记了。下去就是死，真的吗？好，我跳下看啊，700块而已嘛。哦，切！好，从这里开始。他左上角一开始，我最久以前以为是任务。然后他是告诉我尸体在25公尺那边，啊，你要限时间过去这样子。那我就拿你的匕首试一下好了。哇，他的匕首在战斗的时候会自己，他是属于是什么武器的？单手的武器。单手。145，现在单手目前最痛就是他。哎呦。
为什么他刚刚被打一打会有那个定印子？他怎么了？那个手臂真的不行，超挡那个战斗画面的，超挡战斗画面的。我先启用这个，哦，部分装备加成，这样好多了，真的。那我们要去我防御是-108，越来越惨，好吧？我刚刚被打又觉得好痛，先用这个定向格挡好了 ，Let's go， 这样轻装类的比较好，多死几次啊，没关系啊，哦，我再试一下，哦，对吧？我刚刚想说，不然我们去挑那对面好了，那里有个平台，我试试看啊，哎，我怎么不能动？哦，我按到评分。哦，我总觉得这样是，其实是可以走进来，但是我用跳的这样。这可以打爆吧？Creo's innovative photosynthesis technology creates real air from artificial plants. Breathe in a sigh of relief.As you take in these incredibly realistic odors, 他那时候讲游玩，我就觉得很怪，应该是 clay 那种感觉，播放的那种感觉。没有，我刚刚在那边录一下那个各种动作，对吧？看有没有收毒可以拿，所以在那边呆滞了一下。从这边也可以走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后悔？怎么觉得好像刚刚顺的走会比较好一点？这种短剑类的我极其啊 shit！ 我靠，很快，攻击范围很大 ，nice！ 以前我们都是用那个大棒。把他打爆盾牌嘛，然后他说机器就可以破盾了。哦，这里还有路哦，对哦，真麻烦，打一打还要涂鸦的，真的。好，他们还有颜色的呢，还给你那个的，对，这个我会被硬直。哎呦，哦 shit， 我不知道。我不能动 shit。对啊，可以啊。刚来路上这里有人吗？没有。他会隐形没有错，只有麻烦。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的那个。科技硬币哦，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死亡。Up ahead, you're almost there. 我快到了，是。I'm waiting. 好，那小心哦，那小心。你受伤了。You've left a trail of destruction down there. Guess you enjoy making enemies. 这样不好。My guys, bullshit. Those jackasses betrayed us. It's every man for himself down there, cutting each other up like a bunch of spoiled pansies.We're the last hunters sane enough to catch that monster. Got the tech and the expertise. We just... If you're willing to share the reward, we'll share the risk and guide you. What? Name's Hawk. I'm in charge of these The guy at the door is Killswitch. Hey, 不能这样。He's my comms officer. Brilliant man. Oh, and there's a weirdo named Roach. Good luck out there. 地对空哦。这一台也是吗？先去找他讲话。哦，这边有医疗站，那也不错。
他的制服稳定57，耐力消耗减10%，他的抗性很高欸。哦，没有，我这个也不错，但是他核心比较那个，做一件来试试看啊。他的手有什么好处吗？额外全能弹，只要三个装甲就可以了。然后冲击力减15%，攻速加3%，两只6%，好啊。我没有割到他的脚嘛？哇，他的手有够，那一定要穿衣服。我靠，怎么长那样？现在有三个套装嘛，那这个就要用秃鹰的。那我秃鹰的话，还有吗？有，好，秃鹰加成，这样可以。它的套装效果是什么？再复习一下，携带5%。哦，这小心了。这边挥到人就麻烦了，真的。Hey, what's up? Either talk to the boss or get lost. I won't lift a finger. Howdy. I'm Roach. Yeah. All right.Go check the areas around all three repeller units. 怎么会有？那应该是我尸体吧，我觉得。Ugly nano mutant. It has to. 奈米怪。We're kill crazy. Don't know who started it, but Jordan's mad as hell. Your weapons will have to do the talking. Yeah, good one. Later.从这边走，我先启动那个东西看看。我先去弄这看看。这不能按哦。你会说你刚刚怎么不滑砍那一只很特殊的那一只怪？有，小伙伴，当然就是我被打死啊。这边也有一只哦，问号问号，这个是把玩家打死。仇人，对啊，他是把玩家打死。他们会帮忙发射吗？不会。shit。Oh my god！ 哦，他攻击距离这么长，他自己会收盾，对。我没有想到是，为什么我不能隐形？他又退太远了，这也是很麻烦。没有，我走来这边是想说，我是想说有没有什么，刚不是有什么捕兽炮吗？可以帮忙打之类的，结果没有。他收盾的时候是不是会把我的目标切换？对啊，我原本是要打。shit！ 卡住去！哇，尴尬！他还是有战斗能力。
没有，我刚刚是很好奇，是我有打到他的剑吗？哦，有哎、欸。哦，这边真的要小心使用啊，真的。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看哦，直接冲去戳啊！所以我想弄他的对左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切到他的头。对，他的头是固定的吗？我真的没有想要切他的头，真的。真的我没有想要切他的头。他们那喷漆是去哪里了？其实我刚刚也是死在这附近，但是这是我吗？我觉得应该不像。那第一个收音机刚刚是在这边拿的，然后在这边奋战了很蛮多次的。那这样子讲的话，其实那一只就搞定了。对，那一只就很好搞定了。那我想从哪边走呢？我想回去打原本那一只。我有在这边有先喷漆哦，就是。DJ 叫我喷的嘛，那我想回去找那一只，就摸习惯之后应该是可以。哎呦 ，shit！ 看一下是不是这里？哇，越来越大是这样。这里下面也有一只，所以到处都有。哎、欸，那。而且是两只，对吧？之前 DLC 也是这样，那个机器人在展示的时候啊，它也可以戳。我戳戳看啊，就是它的机器人突然自己动起来，然后就 PK 了。对，他就自动切头，我就是想打他的，这打得住吗？可以啊，但是就是，先体验一下这灼热感。哦，哎，很痛。没有掉东西。如果他刀有的话，我觉得他其他部位也可以切，但是他一直自动选头部，就是比较，这是他的骨架。对，他一直自动选头部，真的是挺麻烦的。这样反倒是他用那个，反倒是那个机器人看起来很恐怖。那警察局之前不是有这个东西吗？我觉得我应该要找个时间去警察局看一下。看有什么更新的东西之类的。OK。The underclass is on the rise. Radical terrorism is devouring our city.
AID will strike without mercy. Segregate all agitators until we can find a permanent solution. Our field agents are authorized to carry out capital punishment on the spot. No questions asked. Trust no one. Keep your eyes open. Call us today and make Jericho safe again. AID. Attack. Insurgency. Disease. 你看哦，阿兔，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重砍，真的。 R1又很轻，啊，这样会不会太高了一点？伤害加 8%，我很少赌上性命在打人的。哎，我又回来，shit。 是我觉得会摔死，他有扫描到这边是可以走了，但是那没有路可以走了，就只能走这。我防防看啊，我是想防他子弹，可以。 真好心呢，因为我用错无人机了，他还愿意等我，但是很痛。谢谢。对，我有嗝屁了。然后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走嘛，对。那现在就是这个掉下去，我们也实验了。那我们刚刚也实验了用子弹格挡他，然后呢，我也不止实验了一次，我也稍微。 试了一下他的身手，他的身手是真的是蛮变态的。先跟他正面对决，不知道是武器的关系还是怎样，就是他穿这样也不太会硬直。然后我就早知道我就先拿这个弄他就好了。拿长矛跟他互戳，发现他也在戳我。